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。 今天我们来干嘛呢？今天要介绍很多 YouTube 在推广的，那就是 Pocky 什么 Pocky， 没错， Pocky Money 就是 Pocky Money， 在市面上行销推广最认真的项目方。那我这部影片也是币圈色色巨哥接了以后推荐我来介绍的，那详情呢请到我们共同合开的 Pockets 节目。跟我说的一样，不管是任何链游都是可以赚到钱的，只要你加入的够早，项目方 block 一切都是没问题的。那今天要介绍这个 Pocky Money 也是我很早就有看到的项目，他们行销团队非常强大，很认真在推广项目，在他的努力之下，加上我老大巨哥的淫威下，今天就来带大家介绍一下这款现在最火爆的 Pocky Money， 让你看看这款游戏是如何赚钱，有多好赚，实际操作一遍。那在开始之前，别忘记我们的影片都不含投资建议，在投入之前请做好69小时以上的功课，并做好资产分配，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区块链投资有赚有赔，面前请详阅公开白皮书。首先来到我们官网，这个首页有他们精致的大图，画得还不错，很可爱，尤其是右边这只有一点熟悉感，那应该是不错的角色。如果你还没玩过这款游戏，可以输入我的邀请码，听说可以抽到更好的星级角色，如果我有拿到分润，我都会在 Discord 那边全部抽出来。那接下来就是开抽，你要玩这款游戏必须要拥有他们的 NFT 才能够游玩，那这边我示范如何抽取。那首先准备 BUSD， 命的一只的价格是28 BUSD， 我这边刚好有两只的分量，先 approve 你所有的 BUSD， 然后点选 mint， 选择两只，等待一下，接着你就会看到这两只的 Neko NFT。 我面到这只白色的跟封面上的这只紫色生物，他们都是一星的，应该是最烂的。听他们项目方说，这个传奇在市场上可以卖到10000 U， 那大概是300000的台币。那但我非洲没办法，只抽到一星。接下来就是可以打工人生，叫这边 NFT 到游戏这边直接挖矿，选择英雄，把刚刚那两只全部送进去，那基本上就没事了，他们就会开始质押，每天可以获得28马克的 NKG 代币。当然是我非洲，如果你是命得到高级货，一天可以拿到23万颗。那看一下现在的币价，那现在的币价乘以23万颗，你一天可以赚300多美，确实是很多。如果是欧皇的话，然后这边的质押，你还可以选择关卡，也就是 PVE， 只要点选冒险，然后点选这个武馆，选择你的英雄，加上777颗 NKG 代币就可以冒险。如果你还没有质押到这些代币，可以用买的，或是等你有了再玩也可以。用买的话，记得储蓄到钱包，然后就可以玩。我这边帮大家试试看，点选英雄，然后进去游戏。那我这只白色是格斗系，要打这两只，这画面确实还不错，也可以快转，然后把这两只干掉以后，就可以拿到你的奖励。我拿到是778.5颗的 NKG， 多了一点点，那可能是比较前期的关卡。当然这些关卡也可能会输，你就会损失这些入场票，所以你还是多练练你的角色，或是太弱的角色就质押就好。那他们这边也有市场，想购买的量力而为，可以自由交易，里面都有星星数以及他的能力值，都会影响挖矿以及冒险。那接着看他们白皮书，直接看他们等级，刚刚打输的也可能是等级不足，花费一些 NKG 就可以升级，提升挖矿收益以及战斗力，让你打赢冒险，这些升级也是会失败的。相信升级可以参考这里的表。然后他们的 NFT 有四种类型，他们说合格的 Neko NFT 主属性要高于 86， 副属性要高于 61， 有玩过 Baby 或是 BNX 的应该很熟悉，这些应该不用多做介绍，低于这些数值就是奴隶，乖乖的质押就好。那高级货就是这些 12%， 然后挖矿也有不同的场所给挖矿，必须符合他们需要的属性，属性低的回本又长，最后的黑暗森林总属性也要大于401，获得的也会比较多一点。这游戏是双代币机制，目前 PNY 代币还没上线，听他们项目方说之后会上芝麻交易所。那大致上是这样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个巨哥 Podcast 推荐我一定要介绍的 Pocky Money 项目。这个项目如果是 GameFi 的老玩家，应该很快就能上手，那习性什么的应该都是得心应手啊，摸一摸就知道，与之前出的几款热门的 GameFi 有点像，但是多了一点变化。如果你只想试玩的话也没关系，我这边会把我这两只的 NFT 抽出去，那抽奖办法我会在 Discord 那边抽一个抽奖机器人让你去试玩，白撸白给。至于其他奖项我会在我们的 Podcast 上详细抽出，那以上都不含投资建议。那这期影片就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